界咖啡馆的讨论模式，参与者不只有学生还有大人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你认为这样的对话有什么意义呢？那时候之所以会采用世界咖啡馆的讨论模式，是因为它其实跟 Open Space 开放空间会议，在会议的风格上比较雷同的是，都是比较偏向崇尚自由这个风格，所以那时候才会希望说，借由这种比较弹性啊、自由的会议风格，让大家有机会。他说他他陈华又说他像小丑，因为他觉得带给别人开心是最重要的。就是在你要能少一些，就是在充实的生活中，然后大声，但就是在我们在充实的生活中，但是有时候会遇到，有时候会遇到困难，然后但是你在摸索。把英文学好，然后以后到就其他地方游学。你想去哪里游学？都可以啊，去巴黎。比较想要去的？我跟他是欧洲。最想去的？美国。为什么？想啊。Touching down, the only way to carry